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我现在呢要到底下河边去抓下我家那个鸭子，因为昨天啊从我家这里飞到底下的河去了，特别的远啊，一共飞去了两只啊。然后我妈刚才跟我说，发现在下面玩了一只，还有一只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赶紧去把它带回来，要不然人家发现就拿去下锅了。我们现在已经下到河边了，那个鸭子就在那边啊，还有一只白色的，不知道飞到哪了。不抓回去的话，被人家看到就人家拿去下锅了，拿着网来抓，不知道能不能抓得到，人家都飞了。抓到了，没有这个网的话还真的抓不到。你看2斤多，现在把它拿回去，然后把这翅膀，把这羽毛翅膀把它给剪掉，要不然它又飞下来了。还有一只白色的，不知道飞到哪了，找不到了，改天再下来找。我们现在先把它这个羽毛剪掉，这样它就飞不了了。就是让你飞。搞定了。再飞的话就把它下锅了。走了，忙啊！回家。全部都关在这里面。一共有40多只，已经找不到好几只了。看你们这位飞，不老老实实胎的。